开始就是非常的紧张也害怕，那但是那时候就听到我们隔壁的那两个小女生的声音，然后他们就是在哭，然后也在叫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救他们出去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让我们三个一起出去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说我一定要就是鼓励他们，然后带他们一起出来。对啊 ，Bigo 是我们家我爸爸的狗狗，是对。然后一开始他在我们家的客厅啊，他是在睡在我们家客厅。然后那时候发生的时候，其实就觉得他可能也没希望了，这样。他比你晚还出来吗？对，七天，七天哦，对，七天哦，对啊。所以我觉得 Bigo 真的很勇敢。是，你应该你的人生已经到今天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。接下来的每一天是不是拢有一个正好正面能量？去到这个世间到底了呢？好，你要努力哦，要打拼哦。好，有一段 VCR 是送给你，送给你的哈。好 ，VCR 来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。这次的地震哈，对黄光伟他家庭本身造成很大的巨变，那他心里面一定也很难过。那在这边想要鼓励他能够好好的加油，啊，以后的人生路还很长。就像当初在那个受困点，我们一直说你很棒，我相信在接下来日子里面，你应该会表现得很好，更坚强的、勇敢的走下去。我才有一个故事，是，就这摆呢，在这个地震的过程当中，咱在大楼内底有一个帅哥，这是一个弟兄，一个少年人，是。虽然他自己呢，嘛是在那栋大楼内底，一生受灾户，是。啊，自己在黑暗当中。在瓦砾当中也在寻找希望，是因为他来的李三十点钟，他的内心也产生很多的恐慌，伊家己嘛足惊，究竟有这个机会让我行出去无？但是当伊人生在一个很灰暗的过程当中，伊突然间听到隔壁够两位小妹妹，也很希望人家跟他加油，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，竟然他放弃掉自己的恐惧。一直给那两个小妹妹一直加油，你们要继续，你们要坚持，你要坚强，你不能放弃。好棒！连他自己等了三十几个小时，哦，这样获救了，对吧？相信大家在新闻的画面，在桂林的故事当中，弄听到伊的名是啊，他叫做黄光伟。黄光伟，你在哪里？来，南江乡要欢迎，今天大家很牛，上来上来上来。他还带来他的狗狗，伊的贝狗，贝狗。你的那种心情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？一开始就是非常的紧张也害怕，那但是那时候又听到我们隔壁的那两个小女生的声音，然后他们就是在哭，然后也在叫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救他们出去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让我们三个一起出去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说我一定要就是鼓励他们，然后带他们一起出来。对啊，你记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吗？有哪一句话让你印象很深刻？他们有没有回应你？哦，就是那时候他们被救出来的时候，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跟我讲说：“哥哥，谢谢你，然后让你因为有你，让我们有生存下去的希望。”好感动，真的感动，好感动。今天需要红解救的人，竟然是去解救另外两个更加需要解救的。因为他是个大哥哥，所以咱人的这个毅力、跟那坚强、跟那韧性哦，在这个时候才能看到。啊 ，Bigo 嘞 ，Bigo 的狗属是安怎？哦 ，Bigo 是我们家我爸爸的狗狗，是对。然后一开始他在我们家的客厅啊，他是在睡在我们家客厅。然后那时候发生的时候，其实就觉得他可能也没希望了，这样。他比你晚还出来吗？对，七天，七天哦，对，七天哦，对。所以我觉得 Bigo 真的很勇敢。是。他有受伤吗？一点点而已，就只有下巴的擦伤。下巴的擦伤，哇！那救狗狗的那位义消人员也在现场吗？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来！你上来一下，我们一起欢迎。来来，哇！来，你贵姓大名？您贵姓？救人跟救狗都是生命，对不对？你那时候是听到他在叫吗？还是没有叫，都没有声音了。对，没有叫。你想到魂别，他还在那个现场呢。对。你安那欢迎你耶！怪兽甲狗咧，结果伊伫遐佛龛的下桌，嘿，啊下桌怪兽有挖一个洞，啊挖一个洞差不多这么小而已，然后怪兽挖下去的时候哈，我就看到那个洞，就贝果把头探出来，探出来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就请那个怪兽停止，
哦，对对，就用徒手去把它挖出来，不用挖，他就自己跑出来了。我叫他，请他跟我一起出来，本来要把他用拉的，结果怕他也会受伤。嗯，所以你有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有办法跟动物沟通就对了。哎，人跟动物，哎，人跟某一种时阵吼，嗯，哎，你卖讲伊有法度跟伊沟通，我如何跟你沟通这么久啊？你不感觉讲中间难度很高吗？你起码提伊来盖壁，你就是侮辱着伊哦。这是生命价值可贵的地方嘛？就是大家都有灵性的，是是动物都有灵性，没错。所以当救难人员到那边，你干嘛？哎，可能你们两个就相通了，来，你出来，你跳给安装，他就跟着做了。所以你应该最开心的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你们，有没有抱一下？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嗯。其实光伟，你应该。你的人生已经跟今天的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接下来的每一天是不是都有一个很好的正面能量，去到这个世间到顶了呢？好，你要努力哦，要打拼哦。好，有一段 VCR 是送给你，送给你的哈。好 ，VCR 来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。这次的地震哈，对黄东伟他家庭本身造成很大的巨变，然后他心里面一定也很难过。那这边想要鼓励他能够好好的加油，啊，以后的人生路还很长。对，就像当初在你那个受困点，我们一直说你很棒，啊，我相信在接下来日子里面，你应该可以表现得很好，更坚强的、勇敢的走下去。光伟，我们因为勤务的关系，无法到现场帮你加油打气，希望你能继续秉持一颗不放弃的心，继续面对往后人生种种的挑战。加油！台东县消防局特种搜救队永远祝福你，黄光伟，你好棒！这是一个感动人的过程哈。而且咱要请这个台南的新妇李珊。我一讲吼，其实我一讲搁还袂困。你还袂困？哎呀，啊，结果你叮当的时阵，我赶紧吼，第一步就是赶快冲到房门，打开房门，然后呢，在底下一直在叮当，我想讲嗨呀，变怎？嘿呀，然后想讲，人以前改讲防震没安那密，拢伫咧想，唔过我感觉伊时阵拢没好，慌了哈，但慌了，真的啊，所以我刚刚嘛感受得到，哇，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。然后我赶紧第一时间我打电话登记问处理的人，告安怎安呢？是的，嘿呀，我讲哦，所以每件拢是咱关心吼，尤其是咱家己的亲人，啊，你起码听到两个人安尼互相之间的友情，包括还有动物。用什么歌来送给你？我最近刚好有一首新歌，是叫做《思念的人》，我送给光伟。思念的人，对，还有咱不服输的台南人、台湾人。谢谢 Beko。